什么电影？等一下哦，整理一下。你打第一名打到电影哦，你也是很猛。安安。哦，不知道画什么哎，怎么办？Hello，Hello， 刚才在看那个看阿帕呗，然后还在想说，嗯，从七点半想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开。安安，晚上好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记录档能不能留，因为我在播动森的歌。应该可以吧，因为这实况动身都没问题，所以应该 OK。我在吃鱿鱼丝，我姐回来，然后去买鱿鱼丝，这是什么？好像叫做章鱼花，这个是章鱼花，蛮好吃。对啊，没有胡子炸胡，我是打的说炸胡子啊，然后可惜要排很好哎、欸。要画什么？安安哦，噔噔，嗯，我还是画这个好了。我是画我最喜欢的。你是不是被 ban 了？你没被 ban 呢？明年繁星会参加日麻大赛吗？不会。我参加日麻大赛，除非我会要抱着我会住院的心情。我只要是有那种比赛或是什么，都会很紧张。就像其实我在玩那个玩观众场，就是那个什么啊，周五的观众场啊，我每次其实我都会很紧张。就是心跳都会很快，然后快到是那种我其实会有一点心悸到不能呼吸那种。你隔壁被 ban 为什么会被 ban？ 我不知道欸，因为我发现不在那边打字了。你是不是打了什么引发战争的言论啊？但其实隔壁其实管台很轻松呢。我觉得我怪怪的啊，我总觉得啊，我发现我的图好像有点不太对呢，怎么是感觉？你只是在那边抖内请他们喝饮料而已啊，不然你在抖个内说我是不是被 ban 了，我只是想请大家喝饮料啊。
紧完就离开啦，刚刚回去就发现不能打字跟抖内了。怎么可能？不能抖内，连抖内都不能抖、喔，哇！那你这辈子的你的兴趣直接被剥夺，哎，这样其实有点可怜。去赚钱机会不是，他是隔壁台被编，又不是我这台被编。可是我这台会被编，就是那种乱源呐、啊。他就算给我钱，我还是会照编他的那一种。看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这边还能抖，对啊，这边还能抖啊！感谢杰云的75块，感谢感谢。欸，如果抖绿键没出现，要赶快跟我讲，我马上在标题打上去。等一下哦，因为第一次画这个，真的要再看一下它怎么画。你到底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家，还是怎样的？讲话讲那么大声。
测试。测试。感谢杰云的100块，有有有有有。不是，这是绿界吧？感谢感谢。是阿垮吗？对呀、啊，画画看啊，因为目前会画的就只有阿垮跟莎莎而已，其他的还不太会画。因为总要画嘛，不然都不会画，都只能凭印象画。哪天我玩玩游戏抽到女仆的角色，那女仆的题库还是什么的？没，啊，你也可以走个。哎，十三，你们是白痴哦、喔！你们在玩什么烤小雨啊？你们玩过玩转连，懒懒也跟着玩啊。哎，我是没有想到懒懒要跟着玩。我想说你们在冲他小，可不可以用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感谢感谢，好追的，我几里不不不啦，懂内，可以可以。我知道他今天生日啊，就最好笑是懒懒他的好友哦、喔，也以为今天是懒懒生日哦、喔。不是小，是下雨的雨，好，好小小雨啊，反正一样的，一样念法，是下雨的雨啦。那个小雨是那个他们那小会师圈里面的一个人啊，叫追名小雨。来，李子冰画法，冰沙画法。蜂蜜的蛹可以吃哦，我吃过。嗯，欸，蜂蜜蛹吃起来是什么感觉？我记得有个说什么吃起来就是甜不辣的味道还是什么。我是想吃炸蟋蟀还是什么的，因为说吃起来像那个鸡皮。欸，我想问吃起来像鸡皮的是哪个昆虫？我想说如果既然吃起来是鸡皮的，我就代替农夫把那些害虫给消灭掉。我那时候半夜就在听这个，就边听边觉得哦，动森的歌真的好好听哦。没吃过类似的。你对蜂蜜敏感？蜂蜜耶、欸、不是蜜蜂吧，是蜂蜜耶、欸、哇，那你很多好喝的东西不能喝耶、欸、
哎、欸，我最近也好久没看阿垮的影片了。最近开始每天开那么晚，就没时间看。然后主要是他那只好像在打 Apex 吧，还是什么？啊，我又没有玩，我就没有在看。不是啊，因为主要是蛋白质吧。啊，不是说其实蛋白质像昆虫那些焦掉的味道，就跟鸡肉很像，那就是因为都是蛋白质的味道，不是吗？不是这样讲的吗？很多画这个做成商品都被骂死，他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画的啊！
我之前一直很多东西不做成商品，就是因为要画一系列，比如说画衣布嘛，那想到的一定都是衣布的全系列之类的、啊。所以之前那个迷你 Q 的衣布，我只画两个嘛，一个火精灵，一个衣布而已。对，忘记了，好像是火精灵吧。布丁加酱油，什么鬼东西？不过真的，你们可以去拿那个盐酥鸡的薯条加布丁，真的变成那个梅粉加梅粉的薯条，真的很神奇。是啊，只有这样哇。好像少了啊，白痴哦！最重要的马尾，好怪哦、喔！我要画完它吗？很怪呢。我想弃稿了，我想放弃了，画不下去了，觉得好怪哦、喔。说不起来的怪耶、欸，我画的好不满意哦，那就下一张吧。嗯，做得好。就是很奇怪哎、欸，啊。因为怎么讲，这也没有二头身啊，你看哦、喔、头是这里跟这里，然后移下来，你看
都没有二头身啊。哪里怪的？比例怪，不是哪里怪，就是比例就是很怪。嗯，他好像就跟你讲比例的胸跟腰。怎么说？应该全都要小一号啊，像这个手。也不对啊，好烦啊！哪你看不出哪边奇怪，就是很奇怪啊，肩膀太宽。不是肩膀太宽，欸，也算是肩膀太宽啊，怎么说，这边太厚了。讨厌哦，就是不会画画，整天要教你们画，把画上小，画上小，不会画画啊。你就很会画，不会？你看，要画这什么鬼东西？看不出来啊！对呀、啊，卡在那边卡那么久。不行，这张真的没办法了，我这张画不出来。我就是超奇怪。还是这边的问题。你们对于红字版的钻石珍珠有什么看法？我本来想说，好啦，我好像 Switch 都没买过，都没有买过那个神奇宝贝，后来买那个，想说这次说有重置版，买来玩玩看好了。就看到那个画质跟牧场物语一样，我就有点不敢买了。刚刚跟朋友约，拜拜，我只跟你讲拜拜。
嗯，是画不出我想要的感觉。哇！嗯，打掉，打掉重练。好，如果之后魔力宝贝有那个啊，不是要出那个吗？免费版，不是免费版，就是官方那边要把魔力宝贝变成月费制变成免费制的时候，我会开来玩哦、喔。就是可能都只是挂网，挂网画图，我也是开着魔力宝贝这样子，玩的是一个情怀。然后有人问我说：“啊，有一个以前的朋友都问我说，啊，你怎么不玩水蓝魔力？”我说：“我有玩，但是不能实况。能实况之前早就实况了，因为之前跟哈基、喵哈团团他们都有玩水蓝魔力，就师傅。而就是因为都是在那个啊，提倡正版啊，或是正式伺服器之类的。”他、啊、难免都会觉得师傅比较好，因为师傅有师傅一定会比政府还要那个更贴近玩家，因为那是玩家自己做的，所以玩家会知道玩家需要什么。魔力挂网采材料，对啊，爱飞龟就是开着。我是喜欢玩猎人啦，因为猎人就是去采个番茄，然后挂满之后拿去卖。飞龟 ，Hello， 你的老板跑去打日马了。那就是胸部的问题。胸部，我想画，但是二头身的胸部真的是很难画出来。况且，我又是不太会画胸部的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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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这样又大小奶了，我的天哪！十三教我画捏捏，以前画胸部找不到，都跑去网路找。你也不会，对不对？画个萝莉，捏捏小小的，不是捏捏小小这样嘛，平平的就好了。啊，那我这样我应该是要画那个露西亚，对不对？平平的。平平的多简单。打出还有
等一下吃个车轮。有啊，这样就好多了。那就是把腰休息一点。啊啊啊！噔噔噔噔，好啦，这样就感觉好多了。对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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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，我觉得好一点点了。其实真的本来之前有打算放弃画画这一块，就觉得画画就是很费脑容量的工作，而且说真的要拿来赚钱的话，觉得吃力不讨好，因为自己本身画画就是觉得就是会，啊人家可能细节要这样子，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这样画啊，啊但是又收钱，又要乖乖听话，你看。就完全根本就不适合画图该有的服务态度。像可能今天杰云画的那张图嘛，他说啊，你的佛珠不能这样画，然后可是以我觉得说这样画才比较好看呐、啊。那、啊、可是又收了钱，就觉得哦，好啦，很丑的话不要怪我这样子。又画出来，搞不好真的很丑。可是等下对方喜欢，对方说的算嘛。我就说嗯，好啦，有钱是大爷啦，没有啦，就觉得，像我现在也觉得我不能回去做服务业了、啊。我那天跟兰兰在聊，我就说哇，我觉得我现在遇到这种客人，我直接就是屌出来了哎、欸。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感觉回来了，大师兄。
接委托感觉好麻烦，不会麻烦呐、啊，就是，嗯，如果哪天你跟你真的是遇到一个很好的客人好了，可能他也不会说好随、啊、便你随便你画，像杰云都是说随便你啊，随便你画、啊，你画什么都喜欢那样那种感觉的，这种其实是最困扰的。你真的是画出来之后，他再跟你讲说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要这个不适合哎、欸，我想要改一下什么鬼东西的。对吧、啊？今天是有一个客人跟你，就是，你跟他的契合度可能就是，哦，你画这个时候他刚好也是你满意的，然后那个就是出图速度会超级快。然后遇到比较鸡掰的，就是跟你讲说有点急，希望你赶快完成。啊，画了之后又意见一大堆什么的。我就有遇到啊，跟我讲急件，就他的优先出，就急件急。礼拜一给他看图，礼拜二回我，然后礼拜二的晚上我马上把图又给他看，然后又是隔天才回我，我说急件急啥小，那急到最后一个礼拜过了，他跟我讲说哈，会不会你钱也收太贵了吧？我说急件当然是要加钱啊。有啊，我跟奥可以呛起来过啊，然后隔天就是。那个啊，公司打来跟我讲说，我服务态度不好，然后我们店长也有帮我们解释，就是那客人真的就是来乱的，每次都在挑战我们的底线之类的。然后公司回应是说啊，你们就是要服务客人啊，你们不能这样子啊！啊，如果每间店的人都跟你们这样怎么做什么生意？我就很气啊。没有啊，你不是你也没有，我是说。服务完之后，不是服务完之后，画完之后，然后跟你讲说，啊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想要换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那才是最麻烦的、啊。换一下嘴巴。我真的很喜欢他这样子哎、欸，有时候尾巴尾张都会这样子。嗯，这只手有点长。想到某张梗图，又是什么梗图了？天哪！帮人画图，帮吗？那是帮吗？请人画图吧。欸，被请画图，服务业吗？也算是啊。欸，也不算是欸，有点难解释欸。你还是有点可惜，为什么可惜？可惜在哪里？你说我听。哇、wow、哦！还是不要好了，嘴巴再改一下。嗯。
很软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你人不，难得你那天刚好不在，我就刚好要画你那张图。好，我终于知道原因了，我来改了。我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东西，这个手要肥一点。应该是这样了吧。我当时会喜欢阿垮，就是因为那个啊，那首歌，那个机能什么 ，Hollow Life 很鬼东西，就是24人一起唱的那一首，但是刚好轮到阿垮唱的时候，就哦，这声音，这声音，然后直接不管，直接去追，就是笑起来眼睛。对，摇头哥。然后可惜的是，白鬼的那个那时候的模组跟他本身用的模组是不一样的。然后那时候去看白鬼的那个牌的时候，觉得说，嗯，就脖子会动而已。眼睛同样高度，不是，我觉得有时候眼睛同样高度蛮好看的，嘴巴跟眼睛同样高度啊，就比如说这张好了，这样啊，应该这样子，这样很奇怪对不对？可是我今天换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还不错啊。啊，存档，先存档再说，另存新档。阿垮，阿哭啊。你之后还可以画萝莉女仆吗？感觉你画的很适合，很美哦。萝莉女仆哦，不是，我画什么东西都是萝莉正太。我可以把很帅很帅的画得很可爱，但是我没办法把很可爱的东西画得更可爱，或是画得更帅。我只能把东西变可爱，没办法变得更可爱或变帅而已。对，而且今天下午在开台的时候，其实我在挑那个手机壳。然后挑一挑，觉得说哇啦，挑到最后怎么又好像是小孩子在用的东西，就是粉蓝色的，然后兔子，有的没的。有时候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发现我以前就是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，然后我那时候也开台讲了、啊，那时候高中就是有人觉得我就是娘娘腔，然后就喜欢这种东西，觉得我是不是 gay 还是什么的。啊，那时候我就有点害，真的是恐女症，因为被女生摸到碰到，就觉得跟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当时会这样，明明我很喜欢女生，可是啊，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就是对女生有点阴影吧，就好像被女生欺负到有点啊，那时候搞不好就是因为忧郁症，害我恐女恐成这样子。刚刚那个表符怎么表？
对啊，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只要接近男生，男生全部都跑掉，然后但是我又不太敢接近女生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很孤僻，加上我那时候又忧郁症，所以其实我那时候，现在高中就是有那种赖群还是什么，没有，我们高中那时候没有赖，就是有可能会有加好友之类的，可是就。我像同学会也没有，从来没有办。我们那时候班级真的是烂到不行，真的太，真的很不团结。真的很奇怪，搞不懂他们同性恋的。因为早期我那时候也是十几，快二十年前了啊，快二十年前，我有这么老吗？哦，我好老哦。对，那时候我。我那时候不是有说我有喜欢一个女生，可那女生被所有男生都说公车，我当时不知道公车的意思是什么，啊，等到是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才知道公车的意思，然后其实也知道那个女生好像也是被大家排挤的有点难过，然后之后是有一个女生跟那个我喜欢的女生啊，我喜欢的是女生 A， 然后女生 B 是女生 A 的朋友嘛，也是我们同班同学，也跟我算很要好，所以我那时候有说。他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你会喜欢女生 A？” 我说：“就喜欢吧。”他说：“他有什么好的啊？”然后就在我面前有点打娇吧。我那时候就其实对女生 B 没有好感，可是别班的跟我们班的很多人都喜欢女生 B， 然后之前也是有一个男生想追女生 B，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班级竞，就是学校的班级竞赛嘛。就那时候是二年级在那个篮球比赛，所以为了表现给女生 B 看，那个男生就主动上场打篮球，果不其然我们那场输了，然后那个女生 B 就觉得他这样子让他很困扰之类的，然后还安慰女生 B 说没事啦，然后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啊，搞不好那个男生其实真的还不错啊，你看他还蛮体贴的，很，我就开始把他讲一大堆，那女生。就听得不，对，他就吃醋，他不爽，然后他就说，他就很不爽，很不想听。我说，我以为是我讲错什么话，还是他真的不喜欢那个男生，所以就是一直很不想听。然后是等到了我们毕业之后，过个几年嘛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看了很多那种那个爱情电影之类的，因为我就不爱看。应该没人找我看电影之类的啊，然后直到开始看的像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之后开始看一下剧情，靠腰怎么跟我好像有点像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立场反了啦，因为是那个女生就是开始我们有一次晚自习啊，她又坐在我隔壁，然后就睡醒了。他就趴在桌上，就是趴在桌子上，然后眼睛对着我，跟我讲说：“早安。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晚自习才就晚自，我们晚自习会睡个30分钟。”然后他就趴在桌子上爬起来，就是跟我说早安这样子。我就说：“哦，早。”情商还没发育啊、哦！现在想想，我真的是很白痴哎、欸，因为。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时候都喜欢女生 B， 因为女生 B 眼睛就是大大的，然后就是其实笑起来也很可爱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那最最最最重要的是，我也不知道最重要是什么、欸，可是就是如果换作现在我这个年纪的话，真的要选我，考不好也会选女生 B。因为想想女 A 的话，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。如果真的要讲优点的话，好像也没有。可是讲女生 B 的优点，可能就是真的是人很好，然后就是都有那种邻家姐姐的感觉。因为我会注意到，是因为我有时候会故意等那个女生 A 上捷运之后才上捷运。然后那女生 B 也知道，所以女生 B 常常跟女生 A 一起回家，然后回家搭捷运的时候，不是一定会跟我遇到嘛？
然后女生 B 又是住，哎、欸，女生 A 是住淡水，女生 B 是住那个我们的前两站。然后再来是，好像没什么再来了、欸。然后因为我们学校都有分班，然后我跟女生 A 就同班，就是一年级跟二年级。然后到了那个三年级的时候，我跟女生女 B 同一班，跟女 A 分那个就分班了。所以那时候是到了三年级之后，还是有一堆人想追女 B。然后他就是啊，有一次他好像说很冷，他因为我们学校会开冷气，冷气真的是不用钱的狂，整天二十小时那个全年无休都在开。然后女 B 就跟我讲说，你可以借我外套吗？好冷哦、喔。我那时候就没想太多啊，就借他嘛。借他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哦，不行，我也好冷哦、喔。我这样讲，哦，他那时候是有穿外套，然后跟我讲说他有点冷，想跟我借外套，然后就借他。然后借完他之后，我发现说我好冷，可是又不好意思跟他要回来，我就跟我一个很好的搭那个朋友说，你的外套可以借我吗？我好冷哦、喔。我说你没带外套，我说有，他拿去穿了。刚要回来啊，我说可是他好像也很冷啊。他说好啦，借你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们就实性高中啊，实性就是全年都在开冷气，我就是觉得学费是不是都拿去当冷气费在缴？我没有马上要回来啦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虽然怕女生，可是我就比较不怕女 B， 因为感觉女 B 真的是常常很长时候会就是在我旁边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说哦，感觉就是好朋友那一种。我真的是木头啊！可是现在女 B 已经结婚了，现在好像搬住在桃园吧。对啊，就是已经结婚嫁出去，好像二十几岁，二十四、二十五就结婚了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其实他的女 B 的那个人气其实很高。也不是好人卡，我就觉得我是死木头，你知道吗？听到我都觉得很想打自己。我都很想问他说，我想问你哦、喔，你高中是不是就喜欢过我？但这句话我从来不敢开口。你有时候跟他生日的时候跟他讲个生日快乐之类的，然后他又回我生日快乐吧。然后我就很想问，但是我开不出口。绿色高中哦、喔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残害北极熊的高中。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北极熊杀太久了，现在我住的这个铁皮屋就是要我杀回来。然后如果他说从来没有的话，我就好吧，真的是我想太多了，我太臭美了这样子。因为其实我高中才开始戴粗框眼镜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班就是开始流行一堆人戴粗框眼镜，然后就跟着戴，然后才会看起来比较好看。不然我以前戴细框跟圆框，那时候其实根本没人爱，不是没人爱啦，根本就觉得不好看这样子。然后情商还没受精呢、啊。讲啥呢？十三还在吗？你们是过了今天之后就把头大头贴那就换回来了吧？
圆框不好看吗？没有，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我爱黑社会，就是王子开始戴了粗框眼镜之后，就是一群迷妹就喜欢戴粗框眼镜的。而且圆框眼镜是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，因为韩国就很多喜欢戴圆框的那种欧巴，才开始有一些人开始戴圆框眼镜。因为我以前就是说去配眼镜的时候，我直接跟他讲说我想要古板一点的，因为我想要的讲的是圆，那就是粗框眼镜看起来比较那种好看一点。因为他说古板眼镜啊，金丝眼镜，所以我那时候他们以为我要的是那个就是细框，就细框戴起来我真的是丑的要命，而且我那时候我又挑紫色的，看起来是整个很二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是紫色细框眼镜，然后我们当时又有发镜，又是李平那个小平，那个也不是平头啦，三分头，就整个超不搭的。然后就有人说，如果你要看这个人好不好看，你看他剪光头就知道了。就是吴奇隆啊，那些拍古装剧的剪的那个平头都哦，帅，好看。哎，你们这边谁有看《99》第五季？有的话，你们可以留意一下第。那个有一集不是那个谁小飞机被那个被操控，然后舌头都会讲反话吗？然后那一集就是那个乔鲁诺他在那个厨房，刚好锅子旁边，我那时候就看那个退取台的时候，然后每个人在那端火锅，我们笑死了。那个不要留奇怪的字哦，我先那个什么。Rice 什么96的，他我先让他可以发言啊，那他如果乱讲什么话的话，我再来编掉他。黑色圆光女生戴很好看，不是啊？你要知道哦，我其实现在有一，我那时候发现我去年三月染发的照片还在，我找给你们看，等一下哦，乱涂这是什么？我给我钱，框框，这是什么框框？不信，等我一下哦。新增影像。13的图还在欸，打别替我劝你向善，怎么向善？想到平头女生，身为女生，平头身为女生的我，四五月打算剃平头。蚊子怎么了？怎么想不开了？欸，我要给你们看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整理不要的照片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张。你看啊，我就是要黑框，然后这种方方的，不能看太多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我染咖啡色头发比较好看。哦，这个啊，而且我觉得我手超级大的，手超大的，大跟什么鬼一样。那我手很大欸，而且我真的最好看的地方就只有鼻子以上，就这一块而已。能我比较好看就这一块而已，他没有了，没了啦，没了啦，真的没什么好看的。啊，我要放这张在这边。大家好，不好看时戴假发等留长。哎呦，对耶，
不好意思哦，伤了各位的眼睛了。这样我也不懂你们对于好看的定义是什么。我觉得好看就是要那种，谁？再讲一次，类似像谁？我那时候是拿谁当比喻？吴彦祖吗？不是吴彦祖，那个是谁？浓眉大眼，然后有身材，那时候跟那个谁珊珊在比的东西，忘记叫谁。以前爆干瘦欸，没有，我现在已经没健身了，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健身了欸。真的开始在努力，早上开台，晚上也开台之后，就没有健身了。我今年只健了四次身，就没再健了。我没有时间哦。感觉你一折就断掉。我跟你讲，你敢折我的话，我的骨头会插进你的肉里面，插死你。能把你插爆。六块肌还有啊，六块肌其实还在啊。其实我从以前一直都有六块肌啊，只是不明显。欸，其实瘦子一定都有六块肌欸。不是说六块肌啊，几乎欸，应该说瘦的人，因为你瘦嘛，你的体脂低，你才看得到你的腹肌啊。所以我其实从以前一直都有腹肌，所以我那时候去健身房就跟他讲说，我想要练腹肌就好。就有人想说，那你为什么只练腹肌？我觉得练胸肌不错之类的啊。啊，胸肌那个也是我等到练腹肌练到后面觉得好吧，好像练胸肌胸型好看也比较重要，就开始改练胸肌。因为我连我朋友都说没有人在特地练腹肌，你又不是女生。我看不是啊，啊不是就自己拥有的特长要先拿来发挥淋漓尽致之类的嘛。就像我会画画，不，我不会画画，我喜欢画画，所以要从事画画这方面啊，而不是说你今天先有先天条件是啊，你跑步跑得很快啊，但是你跑去学画画一样。对不起，讲错话了。欸，舌头，你最近是不是都没空啊？因为东石大都没有空呢。我们现在进度，我们今天下地洞去探险。被一群理智的怪跟理智的猴子打死回家啊。哦，你想玩哦。我们最近在等陨石，就等那个啊，天体。我今天就是叫老G装的那个换角色的 mod。可是他状况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他很多你学过的配方换角色后就没有了。再来是地图的话，好像也不会继承，不是好像是根本不会继承。所以舌头，你记得你那时候我们是用那个地图桌吗？那个制图桌做出地图，然后你吃一吃就可以共享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子要等到那个什么，怎么讲？因为本来是就是我会的，我的道具 skin 比较多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让我做这样子。可是如果要换角色的话，我就不能这样子搞了，所以只能等那个出来。OK， 那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们还装了一些奇怪的 mod 啦。
比如说路灯。那我要把我家里萤火虫都抓起来了，就是萤火虫没必要了。啊，我要给你们听一首歌，我觉得这首的，我不知道版权呢、欸，算了，继续听好了。等一下哦。我就这个，它好听的哎、欸。反正都动身的歌啦，换角色会从头，吃过的配方也不会继承。对啊，哎，可是我今天换角色的时候，我今天就是比如说今天开台走过的路线都还记得，哎，好奇怪。然后我们还装了一个超 OP， 也不算超 OP 啊，今天发现他也没那么 OP， 那个打包带模组，我们把。我们把很多东西包走了。反正你盖错东西就可以包走，或是你今天不想打 BOSS 就把它包走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把岩浆湖给包走。所以那时候打龙吟的时候，我们是把龙吟，一开始是把龙吟包起，欸，想把龙吟包起来，然后先把那个岩浆湖给那个用石头围住。后来发现说我们可以把岩浆池包走，然后可是包走之后，龙吟就是没有岩浆池可以吐那个嘛，史莱姆，龙岩那个很像龙岩史莱姆的东西，然后他就原地乱吐，然后我们又第二次灭团了，灭团之后我们就决定说留一个那个池，岩浆池，然后就把龙吟在那边。已杀掉了。打包带你去看一下那个我的最我有加最爱一个红色的盒子，他连猪王啊、牛牛家、猪猪家都可以包。最好笑是你猪猪家包起来再放下去再打开，又会生一只新的猪，所以不用怕我们没有猪了。所以猪猪的窝我们只要盖一个就好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还把海象家包回家，就是包到我们家附近，我们以后就不用大老远跑出去了。哎，老居，我想到了，我们去包虫洞，我们就把家里的虫，那么就是那个看可不可以包，我们要把虫洞，我们把虫洞包起来，就是我们家一个，然后那个门的一个，有没有？这样就不用怕走太远了哦，我根本是天才，而且我还想把那个绿洲包回家，你就可以在那边钓鱼了，夏天就可以在那边钓防风镜了。鬼点子一堆哦，我还更多鬼点子，拜托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可以包的话，我就是会把那个地底下的那个遗迹包上来，因为你每次要做那个法杖都要下去地底找遗迹才能做。欸，画完就觉得好那么一点点空虚，我的笔触，你看上面的笔很深，可是下面都变细了，我在干什么？加粗。
就是画身体开始笔的大小不小心调到了，没有注意到啊，书册啊，书册。我等一下开一拳超人那个地图来试试看啊。哦，好多了。好，我今天画图台啊，我已经开了一个小时了。你看啊，每次画大图都要花一个小时，就觉得另存心档。好喽，上色喽。很小，五阿垮，一点点。嗯，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这个。我开始想上色朝那种紫色的阴影画。因为如果平时我上色应该是往这边调，那就这个颜色，哪个好看啊？欸，十三在吗？十三，要我画画。嗯，这个好。下次会准时？不是啊，白天台的时候你都很准时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应该说平时上课的台，你们不上课又挂台，听台。都转圈圈了，没断哦，吓死了！我刚刚看到我的台转圈圈，啊吃哦，吓到我了，吓死了！
天哪，我直接学人家画图上色方法、欸，哎，天啊，我好没品哦、喔，直接学冰沙上色，哇，我怎么会这么没品啊？天哪、啊，哇，冰沙你要告是可以告的、喔，但是我没有钱给你，所以告了没有用。我刚才讲完说我学冰沙上色可以告就断掉了，吓死我了，但是连致敬上色方法都不行了。我要学我喜欢的画家画的风格都不行。白色的部分，在玩 Happy 手挂了，拜拜拜，慢走。噔噔噔噔，
我还有看到梦梦在隔壁啊，那个台扎日麻大赛里。白痴哦，读错了。日麻的话还是会台麻，就怎么说，这台麻真的是你可以随便玩，他日麻就是禁止那种随便玩的心态，把你动不动就个屁虎，虽然钱不多，可是就是觉得很没有技术含量。我的眼睛怎么画啊？阿夸，你的眼睛好。艾姆，你今天有去 FF 吗？应该说，你怎么可能没有去？所以你有去吗？感谢 M 的超级留言。没有哦，我会没去。你怎么会没有参加这种场合？
上班吗？哦，了解。我最近也很常跑这种场合，哎，一个是邻居，一个是堂哥。用这个没有画到的本，果然。你要出什么？你要出哪个角色？你要出阿垮吗？真的假的？你想出阿垮？啊！我的头！我天！你是不是学坏了？好的，我们画完了，画完阿垮了。阿垮呀！很强。啊，还没开始用。CSP， 我们来慢慢磨。啊，这个没上到阴影。哦，对啊，这次油到爆。阿旺画太小张了，然后画完之后又好不像阿酷，屌！哇，画完之后觉得我在画了什么，我不敢丢图哦。现在深坑咒回，好，我今天才看完第18话吧，
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。每次画完一张图，肩膀都要休息个两三天呢。等一下，我右下角王北北没有换。我 FB 上应该大概都已经剧透光了吧，那些咒术都回的后面，我大概都已经被剧透完，我现在目前只看动画还没看漫画。哦对，我要去试一下这个 mod， 我们来玩游戏了吧。你问啊，给你问，让你问，让你问。我们看到十点哦，十点我就要关台，要多多绿喝完，哇，哇。咒术回圈看不懂正常吗？你是哪里不懂？啊，不就是有一群能力的人在打架吗？忘记要开哪一个了，白痴哦，忘记了。这个，然后S， 我刚才只在讲说钻石珍珠重置啊。然后啊，你要问什么问题啊？你问了吗？如果我要在人设上加一个东西会很麻烦吗？不会啊，就只是把你的图上面再加东西而已啊。你不要说你想要换动作或换姿势，那才是叫麻烦。如果你是说加东西那还 OK， 可是你要说捡东西的话就麻烦。钻石珍珠它战斗画面还可以，可是它角色移动的画面让我有点不行。我稍早才在聊说我那个 Switch 都没有买那个神奇宝贝之类的东西，然后才想说那钻石珍珠超像那个牧场物语，而且是更早版本的牧场物语。我目前看过当时看到最胃痛的应该是宝石之国吧，后面就还好了。目前你不推荐，不推荐什么？宝石之国吗？快点给我炒，给我炒，好。什么捡不掉东西？捡。捡。捡。还要三个绳子，对不对？好。捡捡捡捡。哦，哭啊！要炼金机器啊。所以这个要剪。
然后这个要剪，然后砍木头。我要攻击这棵树。要剪这个干嘛啦？我们要吃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啦，就是我的人设。其实我的耳朵上有一点鹿茸，鹿茸什么鹿茸？听说是单机哦、喔。哇！我还想说那时候那个什么加热，就感觉那时候还没有兴趣之类的，因为那时候太慢入坑了。太慢有Switch才对、啊。扣宝石度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啊，当时怎么没有扣宝石度？头上有鹿茸，你是说鹿茸还是鹿角？鹿茸是指鹿的最末端呢。你是指鹿茸还是鹿角啊？我、哦、当时有开挂网的哦。那我挂网应该打开吧？所以你是鹿的最末端，要加在头上，那个不就是很像？耳朵而已吗？我爸既然会饿的话，记下好了。家，不是墨啊！你要不要？是我的观念问题吗？我怎么记得鹿茸就是鹿的最末端那个角角的地方才叫鹿茸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因为我是要盖这个啦，哇，大费周章为了盖这个，真扯啊！就这个，再把它包走一次。我以为可以把这个包起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哎、欸，老巨，我们把这个带走。那个干嘛用的？装饰用的，因为它也不能破坏，不能烧啊。好玩的，好玩的。我刚刚有看过虫洞啊，没有对不对？好，可以包一下。好，虫洞喽。哎、欸，理智也会这样哎、欸，哦，所以
所以其实一拳超人没那么 OP 嘛，其实可以开来玩啊。不被害被外挂骗了。煮光了，你怕跟龙一样会出问题？不是啊，它就只是装饰品而已啊，它也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啊。我把这包走，那草蜥蜴也太多了吧，不用钱哦。要出事啦，贝！虫洞位移哦，哦，等我一下，我还在找虫洞啊，做才测试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来用啊。他说：“小鱼，我送给你这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Open， 萤火虫鱼。虫洞移位置应该没事，我离子降很快。”他、啊、怎么没有？他、啊、怎么没有虫洞？哎呦嘞！我们下次这样子，把那个可疑土堆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再摆出来种。哈哈，先跳，看去哪里？你的地图有高铁，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不行包！哦不！哦，我的鬼点子又失败了，不行了，那我测试完了，我没什么好测试的了。一拳能打死印，不是啊，是晚上一定会攻击人的那个啦，查理耶。高铁也没了，什么高铁也没了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好难过、哦。绿洲能包吗？一定可以啊！我去找。绿洲应该是这个里吧？虫洞等于高铁，我知道啊。可是，不然就只能装那个告示牌的啊。这个绿怎么不少那么绿？这湖怎么有鱼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不是走这吗？不是吧？走上面哦、喔！啊嘞，那边走下面好了，再跑一次。
坐船可以搭桥哦，就是现在没有砍木头啊。我现在没有木头啊，看一下好吗？木头十个，你十个要搭出那个啊，好了，这个要四个，你四个还四个木板，那你要再四个木板才能搭船呢、欸。砍完这些木头，我走更快啊。他有跟，有啊，我们就是用他一拳就打死龙吟了哎、欸。我要找绿洲。感觉是绿洲啊，有绿洲的沙漠啊。他是叫我搭船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等到夏天才行，是不是？哇，嗨，素人们！结果我先找到龙吟，我觉得要等到夏天才能点那个池子、欸，不然那个还没开。然后祭坛，魔祭坛，魔祭坛。旁边有矿工灯，我矿工灯，什么东西？哪里？什么东西？这个？拿来什么祭坛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祭坛？地洞的祭坛？你说落水洞吧？我叫地洞的祭坛。哦，白痴哦！你要我去找那个哦，我去落水洞找。不是啊，要找那个祭坛，我要找更久。你忘记我上次找个蟾蜍找了一个多小，快一个小时吗？而且要找的话，我要开那个哎、欸。对啊，你现在这样下去能存活吗？我要去开 OP 的东西了，好渴、喔。绿洲不是啊，绿洲要等到夏天才知道，因为你绿洲那个还不能互动啊。没有啊，这个模组是挂网用的啦。你今天没有时间玩这游戏，你可以开着，你
看、喔，你看这边哦、喔，你看这边全满了，然后你看怪攻击不到你，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全满的状态去挂着，然后你挂着也不用怕怪物攻击你，而且他自己开箱子这样子。对啊，要找的是找另外一个啦，他是至少会至少只是会自动帮你开礼物，也没这么 OP 的，我还要晚点再找。哎、欸，落水洞了啦。白痴，每个人都可以吃荧光果、哦。我想说，只有植物人那时候可以吃，还很开心。那种吃个荧光果，头灯就亮了。好，好出发，开始找喽。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、哦。那天也是开这只在跑地底啊，也是跑超久的、啊。那时候为了找蟾蜍啊，早知道那天想说一群超人有 bug， 就是把一群超人那张地图给删了，然后重找了。哎呀！
就是十点半前找不找到啊？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完，是不是觉得有点担心了？那就没办法用瞬移的啊，不能跳一下跳到对面去。可能在这里吗？梦魇循环。哎，有机会哦。啊，不管怎样，一定会有这些东西。又是哪里？还要绕过来？地底就也很难绕吼，而且地底又暗。而且对地底也不熟啊。
还有对面呢。惨了，看到我现在已经10:09了哦。可是我应该装那个啊，齐天大圣的模组，还有金斗鱼，可以用烙的。你要去倒垃圾，你先去倒啊！然后你回来了还没绕到哎、欸，去吧去吧，不会忘到。哎、欸，好久没遇到了、喔。现在才绕到蟾蜍这儿，石头，哇，蟾蜍要绕到这边来哦。石头在吗？黑糖安安，哎，真的没有蟾蜍哎，蟾蜍是季节限定是不是？你身为一个超人，你不会飞，你跳大力一点嘛！但没遇到兔人家哎、欸，太扯了！兔人啊，兔啊，才讲完，出来了啊！哦，死了、欸！啊，黑糖，你刚来不懂现在干嘛？来测试一个 mod， 他可不可以把一个东西包回家？哇，我觉得那应该是可以，因为怎么说？因为那个不像虫洞或是那个门，它只是一个固定的装饰物而已。觉得应该可以包啦。哎、欸，我们跑一下这看看干嘛？没有用，有了。包回家干嘛？就比如说。哇，太远了吧！就比如说那个，要去地狱，比如说这是麦块好了，地狱有个工作台，它是用鸡眼做的，所以你用钻石镐也挖不走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你一定要靠近那个工作台，你才能做出
其他东西，所以你每次要做那个东西就要跑一趟地狱。他现在就是要去找那个工作台在哪里，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包回家。就等于说，你有个戒符盒，你那个戒符盒可以把那个工作台包回家，不是这个，绝对不是这个。对，要打包远古遗那个远古祭坛。请问远古祭坛要怎么找比较快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以前在玩的时候没有在跑远古祭坛。远古祭坛这么难找的吗？这个的话就不是远古祭坛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去一个遗迹嘛。我要找远古祭坛啊，今天好累哦。所以那时候要做那个，就是游戏还有跟魔法有关的科技，那个跟魔法有关的东西，就是要去地底找到那个祭坛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不然把拿它在它靠近它这样做。到处打触手跳跳看，一定会有吗？捷运在传什么？在 FB 啦。触手，我来了。诶，刚这边不是有一根？在这。所以远古那个也不一定，是不是？鹿楼。哎，怎么回到这里来了？不妙了，感觉这边还有更大的圈，我可以画一个圈，把关在里面。希望了吗？有希望了吗？他那个祭坛前面是不是都会有猴子啊？
来到这边，每次都想到可可夜总会。Coco。对啊，每次看都还是会哭哎。应该说皮克斯除了那种那个什么《汽车总动员》《飞机总动员》那些还好，《飞机总动员》我没看过啊，《汽车总动员》我没有哭过。像《可可夜总会》《脑筋急转弯》啊，还有那个什么跟魔法有关的吧，还是？叫什么？就是有两个兄弟去找他爸嘛。哦，还有那个什么破坏之王吗？还叫什么？无敌破坏王啊？什么破坏之王？白痴哦！二分之一魔法，对，那个我还没看。啊，好多都没看哦。听说会哭，也是哭爆的啊！像《无敌破坏王》那个最后，《无敌破坏王二》啦，也是看到哭嘛。然后《海底总动员二》也是看到哭，都皮克斯的啊，不是迪士尼。看开头就猜到后面了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也是猜到后面就有答案，可是他就是有那种让人觉得会有哭的情境在里面。那再来还有那个灵魂急转弯嘛，我都还没看。像很多时候就是怎么讲，推理能力太好，有时候看那种都已经猜到答案是什么。那果不其然，答案也是出来嘛，但是还是会哭，就只是看他怎么让我哭而已。然后至于脑筋急转弯那个是，我算是第一次看，长大后看电影，那时候是跟点点去看，跟点点那时候是已经看过了，然后他没跟我说，结果我们那一次在看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也是哭得很惨。我说你为什么带我看这么难过的？我说。因为我看过，觉得很好看，就想带你一起看啊，我说你已经看过了，我说这个二刷又没有怎样，就这样子，眼泪就献给了那个，然后我们也都是哭爆的那种。现在还有灵魂急转弯，国宾是靠近沙伦那边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黑糖，你住哪里呀、啊？直接现场开约了有没有？你住林口？哎、欸，那离淡水很近呢，守在那边，靠近红毛城呐、啊，不然就是往沙仑呐、啊。我好想看哆啦 A 梦，你知道吗？想看的东西太多了。哎、欸，这里，我怎么会来过这里？不会进啊。哦，好烦哦，杰云，你下次还是等我关台后再敲我东西好了，不然 FB 那边一闪一闪的，我真的，我去点开，我去点开，我去。
好，我看到鹿茸了。真假要约吗？你真的要跑来的话，那我是真的会出去哦，因为你都大老远特地过来了。你真的要的话，我可以骑摩托车载你，叫小林自己搭车去红毛城。然后顺便跟你拿吊饰这样子，哈哈。令人安安，哎，25分了，我们找了一个多小时，快30分钟了，天哪！打打看，啪啦！哭啊！什么明信片？你是说认亲卡吗？哎，急了！看电影的话，反而不喜欢揪人。你看那种感觉，喜欢揪。不是哎、欸，我看电影的话，没人揪，我真的没动力去看啊。你看，就讲啦、啊。其实淡水开了2间电影院嘛。那其实《鬼灭之刃》我也是到现在看都还没看过。然后你看。就算我再感兴趣，小林约我，就算把我绑出去还是怎样的话，他就是绑不出去啊，我就是没有动力啊。不是啊，怎么讲？小林约我没错，可是他约我就觉得很没有动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说，哈，要跟他去看电影哦，那种感觉。这没有，这不是什么霸凌什么，就觉得怎么讲？就两个人这样去看，感觉就很奇怪。要么就是大家一起看。就是说什么情人约出去看这样子，我之前有想尝试一个人去看，去电影院看，可是我就是骑到附近之后，心里就啊算了，还是比较好了。因为上个月22号吧，其实我也是有就是这个舌头应该不在了，那个嘞就是究极网。1、2、3，好了。这样就合理了，合理什么？你是说霸凌你的部分，还是教主你在想太多什么？不是，就是哦，怎么讲啊？其实我到现在没有自己买过电影票啦。我觉得这、欸、应该说在认识点点之前，我也不会去麦当劳去点餐什么之类的，我会很紧张，很有压力啊。可是就是开始自己去点餐还是什么，觉得好像也还好。那到现在就是没有自己买过电影票嘛，每次都是点点帮我买的，或是跟同事去看电影，同事帮我买。所以如果真的。像小林他是无所谓嘛，一定是帮我买的那种类型、啊、那可是怎么讲，我就是不想跟他去看，就只是不想而已。你不能这样强迫我，不能勉强我跟一个年纪小我已经快一轮的人看吧。
两倍，应该有两倍了吧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没自己开？不是说会自己开吗？哎、欸、呦，开了开了开了！哎、欸，你倒是开啊！喂 ，Hello。哇，我是这样子。有好吗？大你多少轮了？也不是多少人，大你多少了啊？好，这个吃不完，等一个。我先来这边啊，广告。有人群恐惧症，我也有啊。你知道当时就是小林约了于娜，还有谁？于娜跟颖颖他们那些一起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很紧张呢。而且约的通通都是妹子，但那天好像是有个叫乔克气的一个男生没有来，不然那天另一色都是可爱的小妹妹，让我压力感倍增。哎、欸，自己开好了，那个好危险。不会，这帽子有问题哦。好的哟，这个 mod 要跟老巨他们说一下，不能开了， mod 有问题。哎、欸、干，真奶无糖是什么东西啦？请问真奶无糖是什么啦？而且好怪哦、喔！压力倍增，你那个倍增的压力是指体重吗？不是，珍珠奶茶无糖哎、欸！我刚以为我在喝水加珍珠哎、欸，没有，老居现在是因为。我那个挂台的那个礼物时间到了，然后现在是自动打开包包，自动打开礼物的那个 mod 有问题，打开之后会快虚，真的喝起来超像白开水加珍珠，我完全没有喝到奶的味道。我想说。突然拿了一杯真奶给我喝，我喝了一口，怎么办？完全没味道。啊，国宾这么空虚哦。我现在只能喝微糖跟半糖以上了，我现在不能喝到全糖了。喝全糖我会死，我牙齿会痛。啊，怎么最近都是拿胡子？我已经开第二个胡子了、欸。珍珠本身就甜了吧？没有，珍珠没有甜，珍珠没味道，珍珠只是拿来嚼的。
三分是微糖，老糖是类似半糖，半糖跟微糖中间。珍珠一定有黑糖香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在喝白开水、欸，我的天哪！我以后跟他讲说我要珍奶白开水，我要白开水，哎、欸，珍珠白开水，我就只能靠着珍珠的一点点甜味回甘。我、哦、口感好奇怪哦，我突然觉得就是那种。喝到很难喝的白开水、自来水什么的，还没遇到。无糖没办法，我吞不下去啊。梦魇循环，所以老君，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，你不要靠近它。你靠近它，会有理智怪出来咬你。无糖是白开水吧？不是啊，无糖也不是算白开水啊。无糖的东西就是有那种苦苦的感觉啊。哦，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哎、欸，有大出手，打一下。你下班了，安安。哇，在隔壁而已，吓他跳。绿箭没有坏啊，测试过，老居跟捷运测试过了，六千，然后刚聊到哪里？我们聊了什么？我们刚聊了什么东西？哦，电影。我柯南电影从来没在电影院看过、欸、我最后一次看电影是迷宫的十字路，而且那时候是在电视上看到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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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教主无糖麦茶不会苦好吗？如果会苦的话，煮坏掉了。不是啊，我没有说无糖麦茶苦，我是说有些，哎，我刚刚说什么？反正有些无糖就是苦嘛，要靠苦来回甘啊。欸、这边有一只欸。欸，不对啊，同一只吧？我这只干嘛？我刚刚是不是打过这一只？等一下。欸，他坏档是坏。快这么久之前的档哦，难怪想说刚刚路好像走过。北七哦，我跑五分钟前的路了啦。想说怎么
会有两只青蛙？不可能啊！完蛋了！哦，还聊了，不要在实况上突然的敲我。嗯，不然那个上面 FB 通知会一闪一闪的，看起来很不舒服。就这样，以上。哎、欸，很贱呢、欸，那边我就跑过了，哦，哦，啊不是啊，每次喝无糖饮料就是苦啊，又吞不下去啊，我就以偏概全啊。一拳超人啊，是他，他一拳就秒亡。你刚没看到是蟾蜍直接被秒，然后这是另外的蟾蜍嘛，这个要等他另外一个长大才能再打啊，两个蟾蜍了。那个算了算了，我懒得理他了。有个人贴了一些很无聊的贴图，我现在是懒得隐藏他跟显示他了，反正没有管理员在。啊，就是这里！哎、欸，哭啊！是不是刚好这边没有走到啊？啊，这边怎么来？哎、欸，到了，就是这个。这样，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哦。不是啦，我们要丢掉了，再回安安而已。这样打这种会固定掉。舍得，我其实也不太会介绍这个啦，反正就是我们要捡这个东西。你不是说今天这个叫什么矿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嘛，然后就捡起来。哦，然后其实它可以挖啦。哦，好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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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念丢吗？我的天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路怎么走？我这里。哦，然后还有这个东西，这个宝箱里面，嘿，这是华丽的宝箱。我去找一下哦。那我们现在要找的是，抱歉，这是我小小的歉意。白痴哦，你这歉意太大了吧？感谢超级留言，不啦，感谢抖内。我猜是不是你角色换过，所以旧的祭坛出问题？什么旧的祭坛出问题？刚刚拔掉今天装的换角 mod 还有 mod 还是不能点妹妹的祭坛，那个妹妹的应该是要敲掉了啦，没有用了，可能就是不同妹妹吧，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让我进去。
哎 ，God！ 不要逼我！只是要找那个而已。走错路了啦！又来又来了！你会看到地上变红光嘛？然后噩梦循环又开始。最最晚安，假如果当时大家再玩久一点，搞不好我真的也是很神的人。对，因为之前怎么讲，我们已经玩很久了，可是那时候玩的不够专精。他手上拿什么？是好东西哦，他不能敲哦，会被敲诶、欸，我跑啊！哎，正常情况这要怎么解啊？这解不了对不对？请问正常情况这要怎么过？欸、过了过了过了，这走速不够快，过不了啊！理智下降，下降就可以过了吗？云谷大门，这个是不是召唤那个啊？哎、欸，阿总，我没有祭坛，不是在这里吗？不是在这哦、喔。请问，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只是想找个祭坛，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过，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哇！还有当时有跟你在聊打包这个东西。哎，不是啊，怎么没有？我对这边太不了解了吗？我怎么记得那时候走一走就有了啊？什么军事区什么鬼东西的？我靠药，吓到我了！真的是各种不顺呢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逛完了、欸，完全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边一定要跳才跳过来哦、喔，
欸，是不是这里啊？那位观众，哦，白痴哦，刚刚噩梦循环的时候，不要逼我，我现在很生气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来这边哦，来这边是来这个地方的，那跟那个无关，知道吗？福福安安，我现在心情很沮丧。连抖太多，不要看了，不是啦，游戏里面啦，你抖很多了，搞不好可以靠你，都可以靠你养我一整个月的生活费了你。不要说真的很黑，绕了一圈，在最后终点前就刚好遇到。我天哪、啊！我把那时候在绕的时候在思考往左边绕还往右边绕，于是我往了右边绕。我就只剩这边没绕了哦，真的是这边我会崩溃哦。啊，如果这边也没有的话，我会更崩溃哦。我这，哎，我跑了快一个小时了，你看吧。我那天下午开台就是开了快一小时在找那个蟾蜍。天哪，天哪呐！看来我要大崩溃了，所以小时候在冲哪小啊？只靠你的话会饿死，不会啦，我还有小鱼、老猪跟秀秀。哎，我绕完了啦。哎、欸，哭啊！还有这样的哦，不是有往第二楼的路吗？欸、我绕完了，我全部绕完了，完全没有找到。我哪边没绕干净啊？都有啊。啊，我不知道这边是怎么走、欸，哎，不是这里。哭哦！我人在哪？哎、欸，好吧，我们再加开个20分钟，20分钟至少走得到吧。
鲸类的声音。可是其他应该就真的干了啦，这边真的没有的话，我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怎么会漏掉这一条？好像真的是这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太会绕了吧！我加了我自己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太会绕了，我会绕这么大的路才绕到这边来啊啊！各位，我们离我的目标又更迈进了一大步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猴子！今天我们就是死在这里。哎、欸，老鸡，我把这包回家。Monkey， 对，就是这，就是这啦，老鸡。看到没看到像他这边有时候上面会镶宝石吗？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梦魇循环的时候他会随机拿宝石，像这个这个应该是紫宝石，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敲。然后就过啦，你看哎、欸、是红宝石哦、喔、哦好红宝石，那这个应该是橘宝石啊，哦，蓝宝石，看我太色盲了吧？反正就这样子，我们需要最主要是要打，我记得是说绿宝石吧，绿宝石比较稀有。然后总之就是我们之后缺宝石啊，根本看不出来吧，然后这雕像回去没有用啊，因为知道梦魇循环才会更新，因为我们可以一直在下面刷这个雕像打宝石，看一下哦，另外一边绿宝石就这个，你看现在循环过了，这个很明显就是红宝石嘛，我这个也是绿的，你看现在地上这个是梦魇循环，噩梦循环，所以他手上的宝石会变，你看又一个绿的，所以可以这时候来这边敲，可是这时候就是很危险啊，所以来这边的话除非你非常勇猛，不然的话你来这边会死很惨。然后你看，这应该是紫的布啊，蓝的嘛。然后啊，就这个，我要把这包回去，用这个修吧。哦，对，这个，哎，修不到。够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其实还不用修啊，啊，我、哦、这边就可以做了，就是我们要做这个东西，这些东西还不错、哦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包回去，看看没包。
可以，走了。好啦，测试结束，可以包。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做完这个测试，我们是要包这个啦，包刚刚这个东西回家。对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，就你要做东西的话，就一定要下来。可是我们要常下来啦，因为绿宝石的来源就只能靠弟弟或是打龙吟。不是，我绕了这么大圈，刚好这边漏掉，我会气死我自己耶！啊，又变回来了，表示这个循环结束了。然后可以再来看一下，宝石没变。好，不修看，它修好之后其实很漂亮了，是要多少才能修啊？哦，有了，有这个。好看的，然后它可以做更多东西，所以那个这个后面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嘛，鹿角的那个东王的眼睛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犀牛的角，那这个的话就是丢框，那这个是那种自动炮台，那这个的话就是武器，这个很痛哦，这个比那个，这好像是目前最痛的武器，然后这也是比较好的防具。所以我们后面要变强的话，需要下来这边跑一趟。所以我们要常下来这边玩。那当时我一直不肯下来，就是我怕死很惨，所以我才一直很保守的不想下来，因为死掉之后很麻烦嘛，东西都会丢在这边。好了，我要走回去了。要在哪里？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今晚陪伴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收看咯。那各位晚安。晚安。挥手。拜拜。所以老 G， 你觉得我们可以吗？我们已经到了猴子那边。再來就是我们需要回理智的手段。我们只要能回理智的话，就这边就还 OK。或是我们其实可以靠火女。我只是来打个卡 W。吓死我了！谁？感谢秀秀的50块，感谢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喽，拜拜。